我再讲10分钟，等这个钟表的指针走到这儿，我们就下课。信你个鬼！钟表被三臂施了时针波动的魔法，只要指针到第9分钟，就会触发时间倒流。理论上，指针永远不可能走到指定位置。嘿嘿，幸好我早有准备，看我的开小差大法！什么？这竟然是 S 级组装游戏大法？鲁班把自己腿上的零件拆卸下来重新组装，靠零件组装来消磨时间，也太猛了吧！组装自己的零件有什么好玩的？看我的远程视野追剧大法！这个百灵守约平时就爱偷懒，这次怎么会一直盯着黑板？看，我知道了，百灵守约居然提前在黑板上放置了一个微缩电视，因为电视足够小，不带上8倍镜根本发现不了。这 SS 级追剧手法厉害呀！不止呢，这个电视还连接了蓝牙耳机，看剧听歌两不误。我怎么同时闻到了银耳莲子汤、皮蛋瘦肉粥，还有橙汁的味道？我水杯里有4个暗格，每个暗格都装有不同口味的粥和饮料。我吸管插哪个暗格，就能喝到哪个暗格饮品，再也不用担心老师拖堂饿肚子了。反派文静真是个天才，我自愧不如呀！现在下课啦，安琪拉可以出来了，我是真的失去分寸，危机。